东港尾鱼文化季已经展开，花礁市场假日期间经常涌入大量的人车，周遭原先规划的停车格已不敷使用，本月初迄今已经告发20件违规停车。本分局除持续劝离违规停车外，并针对潮龙路段违规车辆加强取缔告发，在此呼吁民众勿因一时方便而任意停车，以免被受罚。